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那还等什么？赶快动起来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宝宝，一起动手动脑，哒哒哒哒。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没有。学习科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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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科学哈哈，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宝宝，一起动手动脑，哒哒哒哒。却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啦啦啦啦啦。学习科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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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小船员们，这我们泡泡飞船都已经起飞了，我们的泡泡船长到哪儿去了？哎，我来了！大家好，怎么没有掌声呢？啊，欢迎我们的绿泡泡船长！啊，谢谢大家！看，绿泡泡船长今天带来了这个表演，怎么样？哇！哎，大家可能觉得很纳闷，这个瓶子是怎么就它就像粘到我的手上一样了呢？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啊，都知道。好，笨笨你说。因为那个瓶子里面有气，然后一结气就会从小小的缝里头流出去，然后呢那里头没有气就会吸在你的手上。就会吸在我的手上。小船员说
空气没有了就吸在我的手上了，你们同意吗？同意。哎呀，真是太没意思了，我走了。说明我们的小船员们很聪明啊。对呀，我本来以为他们说错了，这样才能显得我。你以为他们会说，哎，肯定是沾了这个胶带。对。谁知道？我们的小船员很聪明哈。这么厉害就猜到了，太棒了，为自己鼓鼓掌。哎呀，没错，你看，牢牢地粘在我的手上。哎，大家其实可以仔细地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瓶子是不是有点瘪呀？对。证明里面的什么被挤走了？空气。空气被挤走了，空气宝宝很少，所以说外面的空气宝宝就拖着它，哎，像粘在了我的手上一样。然后拿的时候仔细听声音，哦，砰，砰一声，是谁进去了？谁进去了？空气宝宝，哎，又把这瓶子也撑起来了，对不对啊？嗯，小船员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呢，就是利用了大气压力的原理啊。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让小朋友啊也都来试一试，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啊，先来请蓝队这边的两位小船员，来按照我刚才的方法来试一试。您先来吧。嗯。哦，成功了吗？好，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成功了啊！来，你来试试。先起，放上去。好，动手。哇，很明显，看能坚持多长时间哦。晨晨，你来。好，啊、哦，也可以。好，果然时间很长、啊。一直坚持着啊，来，你也来试一试，看看能坚持多长时间啊。好，笨笨，笨笨，你不用那么用力。我的天哪，他手伸直。来数一数他们能坚持多久，好不好？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太厉害了！那手晃动一下呢？牢牢的粘在一起。哇，好厉害！太棒了啊！这样甩都甩不掉，甩都甩不掉。其实我们刚才发现了，为什么蓝队这边的小队员好像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而红队这边呢更加明显呢？你们知道吗？有谁知道？你说。因为没那么使劲挤的时候。哦，挤的时候没那么使劲，所以说我们排出去的空气怎么样啊？很少，很少。而他们呢，使了很大劲，把空气都挤出去了啊。所以，哎，就牢牢地吸住了，对不对？不如这样吧，让我们现场的小船员们来个比赛，好不好？好的，稍后呢，我们来进行一场揭开生面的非常有意思的比赛。小船员们，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脱鞋泡泡，动手动脑。好的，现在呢，我们再来玩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大家看，在我们的面前有两个大大的什么？气球。对了，两个大气球啊。每个队呢，我们准备了十个刚才那样的小瓶子，就用我们刚才的方法把这个瓶子啊吸在气球上。我们比比看，哪队这个气球上的小瓶子多，哪队就获胜了啊。没错，那首先呢，我们请我们的红队啊两名小队员先来比赛。准备好，各就各位。首先是我们的红队，来，请听口令。预备，开始。好，注意，我们的瓶子必须要吸上，而且呢还要坚持住才行啊。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计时到了以后呢，我们看一看还能够保持在这个气球上。小朋友，而且你得控制好这个。特别像是在给这个气球打针啊。我觉得有点像拔罐。这边速度太快了啊。这个奔奔可以啊，但是掉了啊。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好，我们这边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哇，好厉害！这边是九个，看看这边啊。十，我们在听这个声音，一共是十一个，恭喜我们的红队，成绩不错。好的，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请上我们的蓝队啊，蓝队加油了，来，蓝队的小队员计时开始，蓝队加油哦，我们红队小队员都不敢看了。
加油，因为这个障碍就是气球会滚动。没错。所以呢，给你们来了一些难度啊。是的。好，加油，时间剩的不多了啊。好，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我们看到呢，蓝队很遗憾啊，一开始呢倒是吸上了几个，但是呢时间不长就掉下来了。对，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呢？哎，其实呢这个可能就是方法的问题了啊。我们看迅速挤完之后马上放上去就吸上了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说这个方法很重要，当然了并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体验型的游戏，回家多加练习就可以了。那获胜的呢就是我们的红队。蓝队不要气馁，我们也为自己鼓鼓掌，回去再练习一下好不好？哎，是知道点博士在呼叫我们。哎，赶快接通吧。好，来。哎，红果果绿泡泡还有小船员们，知道点博士都看到了，你们利用大气压力做了好玩的科学游戏，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个原理来做饭。哦，是不是很期待呢？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队的小选手们。红队的小选手洋洋，还有我们绿队的小朋友腾腾，现在桌子上分别放了五个盘子、五个鸡蛋，还有五个瓶子。现在指导点博士要让他们用瓶子把蛋黄和蛋清分离开来，完成的最多的小朋友获胜。好，现在听指导点博士的口令，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好。Oh no！小朋友成功分离了四枚鸡蛋，红队小朋友成功分离了一枚鸡蛋，给自己鼓鼓掌来，哈哈！啊，两队的小朋友表现都很棒。好，现在我们要用这些鸡蛋去做好吃的喽。在这之前，我们一起给大家再见吧，来，再见，再见。出色，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呢？伸出你的手，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呀？什么原理？我们今天刚才讲的大气压力的原理，对不对？好的，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更好玩更有趣的科学游戏，或者有了什么新的发现，都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哦。赶快行动吧。那最后小船员们，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说一声再见，再见。小燕子穿花衣。哎哎，你别唱了，别唱了，你还是放过我吧，道哥。哎，你知道小燕子长什么样吗？小燕子长得……这有两张图片，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一张画的是小燕子呢？第二
象是小燕子，因为它的尾巴像剪刀一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答对了。你们真是太厉害了。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小糊涂也来变变变，当当当当，哈哈，一朵漂亮的花，嘿嘿嘿嘿。啊，我们休息一下吧，西西。好呀，我们来吃点东西吧。这么多好吃的呀！这里有坚果。坚果，哦，谢谢西西。小朋友，大哥来考考你们，吃坚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牙齿把它咬开吗？不可以，这样会伤到我们的牙齿。哦，小朋友们跟大哥一样棒，一样棒。咕噜咕噜，西西，你看这个坚果还带着壳呢，我们不能用牙齿去咬哦。那怎么打开呀？怎么办呢？为什么喊停啊？摩尔来考考你们，是应该把榛子放到坚果夹的中间夹开呢，还是用坚果夹砸开榛子呢？应该把榛子放到坚果夹的中间夹开。耶，答对了。西西，小咕咚，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吧。好了，这些够你们吃的了，我先去忙，你们继续忙。谢谢妈妈，谢谢。哇，西西，好好吃呀。对呀。西西，我们吃完了，把这里收拾干净吧。好的，我来收拾。停停停。哇，怎么暂停了？小朋友们，你们发现问题了吗？我们不能用手拿坚果壳，容易划伤我们。不，太棒了，小朋友，你们答对了。西西，不行不行，果壳太硬了。我们还是用抹布，然后把它先放到盘子里，这里有垃圾桶。好啦，收拾干净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吃坚果要牢记，坚果外壳要除去，使用工具要正确，收拾果壳别大意，带壳的坚果不能用牙齿直接去咬，要剥了壳才能吃。小朋友们要在大人的帮助下吃坚果，收拾果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果壳很坚硬，会划伤我们。我是赵哥，还有我，我是摩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天地玄黄，宇宙。
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行色、神圣、业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同岁、地理、调阳。小朋友们来新郎，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新郎，我们很高兴。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小东。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哎，铃铃，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是呀，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来吧。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你们好，我叫张简。我是智慧树的忠实小粉丝哦，我的愿望就是能见到你们，快点让我的愿望实现吧。那电视机前还没有跟我们来信的小朋友，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写信吧。在今天的科学泡泡里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把你在做科学游戏过程当中拍摄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来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拍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幺零零三八信箱，一二三四五。智慧树栏目不动手，手感不动手。邮政编码是幺零零三八啦啦啦，小朋友们。